跟你说这件裤子超加分，它是直的，就我整个人穿米色、浅色，我觉得我变得好窄好瘦，这是一般只有黑色才有办法做到的视觉。好，它最厉害的就是它最澎湃的小公主蓬袖，但你不用害怕，因为呢，有的公主蓬袖从肩膀开始，它不是，它是从袖子开始延伸，而且完全三只手臂的一个小松紧带在这边。这个松紧带其实没有勒在我的手上，还非常非常的遥远，所以非常舒服。它算是一件中短版接一个高腰裤，所以呢，如果你不想露肚子，就把裤子穿高一点。其实它就是我现在这样子的一个 look。后背呢，我们是做上拉链，直接往下拉就可以穿脱，非常的方便。它一样哦，做包边的扣子，大家在洗涤的时候比较不会坏掉。好，来，裤子一样是可以穿到很大的。你看我换上小白鞋，腿还是一样直，还是一样瘦，公主袖也不会突兀。我觉得它不太透耶，我觉得它是一个有点带有米色的棉麻，所以只要你不要穿过度深色的内着，基本上不会有问题。而且我跟你说，这件的棉麻它不是那种超软的，它是有软，可是它还是有挺度的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它跟一般我们剧院的棉麻不太一样，它是新款的棉麻，就是又有挺度，但是还是软的，透气的。